日前，常以硬汉形象出现在荧幕上的孙红雷在微博上传两张自拍照，头戴小黄帽，身穿休闲服，经典的45度角仰拍，两只小眼睛眯成一条线，并颇有文艺气息的称有时要看看自己和自己的心谈谈话。不料随后却被姚晨一句话打破这美好的意境。姚晨转发孙红雷微博并严肃表示，则称你没事老自拍，组织也想找你谈谈话，一时被网友奉为神回复。姚晨和孙红雷于2008年主演了谍战剧《潜伏》，当年该剧获得口碑和收视的双丰收，饰演主角余则成的孙红雷、翠屏的姚晨凭借该剧获得不少奖项，两个角色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。连姚晨老公曹郁也曾表示，《潜伏》是姚晨目前为止最好的作品。而姚晨和孙红雷此次在微博上的互动也引发不少网友的怀旧，纷纷表示期待两位再合作，创造经典。